来，我们周县长带着好运旺旺来哦，来，由我们智伦的太太跟智伦的爸爸一起来接受。嘿，来，我们周新伟周县长刚骂的爽不爽？爽。市长林涛，加油！加油！各位亲爱的中华老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！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把你的旗子挥起来好不好？好。前天在台东，昨天从高雄赶回来，刚才在杨梅，可是我一定要来帮我的好兄弟智伦来加油打气，因为这一区有希望过关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好多的亲朋好友住在中和，好，我是婚姻郎藤，很多好朋友住在中和。我希望中和有一位真正为在地的好立委。我跟各位乡亲报告，过去我从八八会馆郭哲敏诈骗集团，一路到中国鹏，一路到最近的超思，一路到云豹，我站在检验的第一线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对手的乱指控，对手的操作完全不成立，完完全全就是一场在同温层的闹剧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以我的经验，中和人不买单，新北市民不会买单啦。对。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真正觉得可以为中和打拼的候选人张智伦。我跟各位报告，从现在开始，从去年到未来，我们跟王宏威、跟徐小新，我们还缺一个是谁？张智伦。我们跟张智伦一起打拼，他说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刚才很多来宾提到战争与和平，这不是假的。2023年兰德研究院，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对手高举台独万岁。高举务实的台独主义者是台独金孙。今天如果他当选，两岸会不会有风险啊？会。会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不要为了自己，为了下一代，为了台湾的安全，我拜托大家让张智伦过关好不好？好。侯康，总统选侯康，人民就好康，这是人民最大的期望。只有侯友宜当选，能够代表台湾走向世界，而且两岸安全。所以最后的关键，我拜托大家，等一下赵大哥要进场，他也是我们中和在地的人，也是跟这个委员最好的好朋友。我们一定要支持侯康佩来当选。大家最关心的青年政策，昨天我们侯友宜有没有推出5555政策啊？有。我跟各位好朋友报告，如果你一个月都在缴房租，为什么不把同样的钱给房贷呢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他很多人说，我给得起房贷，给得起房租，可是我给不起投期款啊。所以侯友宜的政策就是告诉你，你不用准备这些投期款，你就直接拥有自己的房子，这就是实现居住正义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跟各位报告，智伦的坎丘跟我的太太很像，他们都是从事律师的工作，都是做好自己的专业，都是真正努力在专业领域经营的。智伦有美国有台湾的会计师，是最专业的一个立法委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让这么清新、这么好、这么为在地的两位夫妻为中和服务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赵大哥在联访，所以我要再讲一下。我们看到整个民进党的弊案。我说真的，早上我在讲，超支500,000可以承揽4.7亿，陈吉仲跑去告我。下个礼拜要宣判，他一定败诉，
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不害怕，站在第一线。今天拿到的无线麦克风，就像我在军乐现场拿到那一支无线麦克风一样，大家忍了太久了，大家绝对要把这口气吐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国会过半，主流民意。最后，我们来帮志伦喊一下动。